其實是我想了這個故事，我就同一時間不約而同地 send 了個 message 給林夕和姚輝。我說我想做一張這樣的專輯，你想寫男還是寫女啊？因為這次這碟有11首歌，每個填詞人就有5.5首的發揮空間。當時兩個填詞人都說唔介意寫男噶啦，咁我話唔好啦，都係唔好問你哋嘅意見啦。林夕寫男啦，姚輝寫女啦。因為可能我認識佢哋太有一段時間啦，我哋合作好多次啦，好清楚知道我哋嘅火花係咪有嗰個效果？即係呢個我好清晰地覺得，我呢個決定係正確嘅咁樣。我去處理比丘尼嗰一邊嘅故事，加埋姚輝嘅詞啊，我嘅聲線係會柔弱啲嘅。當我製作嘅時候，我都喺度諗，我都想好清晰地俾觀眾知道究竟。和尚的故事和这个比丘尼的故事怎样，我们怎样区分呢？在制作过程里面我就 set 了一个规矩，就是所有比丘尼的歌曲里面是会有一把女声跟我一起去唱的，所以大家听到这张专辑它有11首歌，都很明显的，即有很多都是我唱下的時候突然間會有女聲去侵入的。whereas 和尚那邊，因為林夕的歌詞，我選擇歌的背景就會比較沉鬱一點，就是他比較就好像背負了很多生命